天我阿妈帮我买了苦茶，她知道我前天确诊，然后在宿舍待了差不多很多天都在睡觉，她就很担心。然后我一回来，她就拿这个苦茶给我，她我就问她说这是什么，她说这是苦茶，说喝了会健康，我看一下到底是多健康。好姐姐，我们。帮我买了苦茶，他知道我前天确诊，然后在宿舍待了差不多很多天都在睡觉，然后他觉得他就很担心，然后我一回来他就拿这个苦茶给我，他说我就问他说这是什么，他说这是苦茶，说喝了会健康，我看一下到底是多健康。偷姐姐，我们。